个别国家谋求自身私利，公然拿他国选举做交易，粗暴干涉别国内政，破坏地区安全稳定，充分暴露出霸权、霸道、霸凌的本质。中方坚定支持孟加拉国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，坚定支持孟方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，反对外部干涉，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。